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你看对不对？手板这些长了一点点吗？还是就反正没怎么长，就是长在哇塞，就是这后面长得比较长在后面和最前面了。今年千万不要吃芒果，记住了，真的不能吃芒果呀。那可能有的阿姨说的是芒果吃了好，它是补叶酸的，然后我还吃了。你们现在不要说我胖，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，你们等我生了我会一下子又瘦回去的。但是不胖也不胖也不正常呀。我去那个医院里面，人家白大褂都说，哎呀，你看着都一点尿都没有。上一次还说我上个月的时候去检查，他就说他说你这肚子看着都没有，这个月我就猛吃猛吃。太难了。对，等我生了我会恢复成以前的样子的。说的我真的晚上好，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晚上好。我已经五个多了，马上六个月了。不涂口红可以涂的，他们我问了的白大褂说，他说吃火锅吃麻辣烫化妆都可以，坐飞机也可以，只是不能抽烟，不能喝酒，不能剧烈运动，然后就是那种其他都可以呀，其他都可以。榴莲千万别吃了，我刚才看见了个榴莲宝宝，你收下吧。什么？你说的是什么？对，还有不能吃药，然后他说火锅麻辣烫你嘴咽的时候都可以吃一点的，知道吧。真厉害。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啊。给你们的孩子起名没有？男女都不知道怎么起名，衣服都还没买。七个月要适当控制饮食啊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的意见。谢谢大家给的意见啊，我都会听取大家的意见。我都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去做，尽量做好一个准妈妈。好搞笑呀，我都要当准妈妈，我觉得笑死人了啊。男孩是女孩，我怎么知道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的音量开大点，听不清楚。我说话你听不清楚呀？我看一下，我调一下我的音量呢。好像我这边不能控制你手机的音量，哎，家人们，我这边控制不了你手机的音量，我只能控制我的声音，我声音很大声的。我都没有这样说话，这样说话就更小声。大家都在猜女还是男，大家都在打这个赌。四维人家白大褂也不会告诉你啊，是男是女什么的。
我知道7个月后要控制饮食，知道了啊。像怀的是女孩，因为几年面相没有变，脸没变呀，都变圆了，变圆了好多呀。这么晚了直播，因为我睡不着呀，我不喜欢玩游戏，我又不会在手机上什么打打牌呀、玩玩游戏这些，我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就只能和大家聊聊天。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你觉得我是女宝宝？我都不知道，家人们，我真不知道呀，现在还没有说过。嗯，生对双胞胎，双胞胎那更没有。不玩，周末不上班，晚上好，家人们晚上好，我们可以把直播分享一下，因为我才开播几分钟啊。哎呀，去鉴定，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去，鉴定男女这些，我觉得无所谓呀。就是因为我以后我就是可能，不会只要一个宝宝吧，一个太孤独了，我都说过了，我说一个真的太孤独，你想要几个？想要很多个，你要几个？哼，我要三个。三个。嗯，你送我两个，你想要三个？你送我两个呀。我怎么感觉压力大的是想不我想呢？吃蛇啊？我说我怎么感觉压力大的是我？压力大，我们生出来就放养呗，知道吧？放到山上养吗？放在我老家去养。往山上放了。嗯。我的压力好大呀！哼，生五个，你真的是，你还你三，生嘛？哼，两个两个的生，你再生两次就够了啊！每次生两次双胞胎，你就直接凑满五个了。你来，对你一呀。次性生四个吧。现在可以有这种的。哪个在吼半夜三更的？他没有在吼，他在开玩笑。人工的有四个五个都有吧。你在吃糖？你怎么知道？少吃一点，六大顺啊，看不起，太厉害了！那些生六个七个的，人家姐家里肯定是有矿的，知道吧？我们的话，算了，省着点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三个可以，我也觉得啊。那如果第二胎是，生一下子就两个的，哇，那完成任务啊！多儿多福，子女多多福，知道吧？来七个葫芦娃，哇，你们太看得起我了，是不是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啊？有5个月了吗？有了，有了。时间过得好快呀！多生点，基因强大不行呀！是不是觉得年轻就要多生，然后就觉得恢复得快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女孩子生一个老10岁，真的。深圳弯弯家七个还想生老七老八，那个姐姐我们上一次见过，我们一起吃了饭，那个弯弯姐，她可优秀了。生了七个，他身材可好了，一点都没有变形。
一点点变化都没有，腰腰还这么细。我说姐姐，我说哇，我说你生了这么多个，你的这身材也太好了吧。啊，别看啊，七个孩子，他说他家每一次周末的时候就像别人家过年一样，挺羡慕的，真的真的是挺羡慕的。吃个煎蛋啊，吃个煎蛋。一儿一女就够了。我现在说的叫说的是好听，有可能我生一个我都觉得好没体验过，到时候觉得并不是这么容易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年轻生孩子，那妈妈恢复得很快。你们都是多少岁生的呀？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可不可以告诉我？弟弟生个姐姐带弟弟，你太会安排了。你们是多少岁开始生的？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。我20岁生的，哇，这么早。22差不多，我觉得20也差不多啊。29的话会不会到生的时候肯定会还是很辛苦的，对吧？我在看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的平均，第一个家里的王子和公主是在多少岁生的？25、24，我觉得22到25之间也挺好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哇，差不多差不多。谢谢啊，谢谢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的建议啊。哎呀，我这一天天的我都晚上啊，我又不会在手机上玩打牌呀，或者说娱乐呀游戏这些我全部都不会，我也不怎么喜欢追剧，所以的话我很无聊，所以只有开直播和大家聊聊天了啊。和大家聊聊天喽，说话都费劲，你说我吗？还好呀。老二37，我妈妈生我也生的挺晚的。今年太晚直播了，没有呀，阿姨。就是晚上的话，就这个点，其实大家都睡不着的。真的，说实话，我现在你肚子不显怀，我很显怀呀，显，就是感觉一下子很圆、很肥、很宽，知道吧？不卖东西吗？挂些东西，没有什么卖的。我什么充电宝呀这些，你看我现在又在用。我忘了，我现在都在充，因为我手机随时没电。但是这些我分享过一次，好像就没分享过了。家人们，下次吧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太晚了，我想聊聊天。我知道充电板想要的很多，还有毛巾这些，对不对？但是太晚了，就是想聊聊天，行不行？下一次吧。因为我一个人的话，我每次只我分享东西分享的很慢，每一次只能分享四五个。苹果，下一次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就是聊聊天和你们。充电宝上不了呀，我这家里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充电宝真的家里每个角落都有。哇，我给家人们看一下，每个角落都有啊，这边就有啊。看到没有？
这儿有两个，现在村子有一个，三个了。家里每个角落都有，哦，这儿还有一个，四个。四个，其实是有五个，这么好用吗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一个那么多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是因为叶总的话，他手机有三个手机，然后我的话，我有一个。然后他随时出差，这些就没电，我们就在外面扫那种充电宝，随时都忘了还。然后我们就一下子就，他就买了很多个，车上放，客厅放，然后客厅放了三个，车上也放着，因为他随时没电，在外面借一个的话，随时都忘记还嘛，忘记还，所以我们都他就买了很多个。批发来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都批发的呀。我现在要充电，这个电很耐用。你看我现在99，我来充一下手机，直播的手机没电。几个月了，我都马上快6个月了，5个多月。5个多，马上6个月，下个月的月初几天就6个月了。上一下，我真的上不了呀，我打一个电话问一下。只有去烦叶总，我真的。你帮我一个忙，好不好？这个充电宝骚动，你都问我很久了，你帮我上一下嘛。我问一下。你打一个电话，你问一下那个老板，你问一下那个老板，我叫他给你们直接弄上去。我现在我真的没，现在不能说，我现在不能说交给。好吃，哎呀，好吃好吃，吃的什么？安安还听得懂我们彝语呢。我妈妈说话，我妈说吃饭了，啧啧嘞，她也现在跟我妈妈说啧啧嘞，哼。我真的没办法马上上，我只有叫他能上，我绝对肯定不会墨迹的，干得起吗？好，我再问，我再，你家老板说看一下他员工下班没有。我刚给他老板打了电话，你等我一行下。吗？行吗？他看一下还有没有库存。好的，问一下，从。我真的是想和家人们聊聊天，充电宝可以的。我帮你们问一下啊，家人们。今年普通话不标准，我能够说普通话都很不错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能够说普通话都不错了。我现在5个多月了，马上6个月了。马上6个月了，领证就是合法夫妻了。
对呀，谢谢啊。就是我们领证了之后，哎，感觉怎么说呢？大家要理解，因为今天是彝族，对，我说普通话我都不怎么标准的，但是我说四川话，你们肯定听不懂的，我说的太快了。除非你是长期待在我们家乡，或者是长期在四川，长期身边有四川的朋友，你才能听得懂我说的四川话。7个月的时候快速长，真的呀！给你们想办法去了，我看到没有？一直去问人家，但是能弹出来我就弹出来喽，听得懂啊，听得懂，哇塞，都是老乡啊！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今年这么高，人又不胖，肚子，我看肚子皮不会花，什么意思？肚子皮会花？我肚子没有花呀，肚子真的没有花，肚子真的没有花。听得懂呀，听得懂就好。哇，那居然都听得懂我说的这个。老乡见了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上充电宝，现在没得，现在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我就马上就上了。我再给你们催了。拍孕照了吗？没有拍。哦，这个要拍是吧？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我都没有想到要去拍这些。挺喜欢你的，主播优秀，谢谢，感谢这个阿姨还是姐姐，谢谢你哦。屏幕怎么滚得这么快？可以强调吗？是因为我直播间全是真人在线，现在6万多。我的天呐！